shit.师兄，方才巡山，我们抓住个可疑的女子。我们是苍山斩妖人，此处荒山野岭，妖女横行。我叫小玉，家住岐山脚下，只因今日家父上山采药多日未归，所以上山来寻他。既是如此，那为何被我等撞见，却要落荒而逃？荒山野岭，我已弱女子，只恐遇上歹人，所以。满口胡言！我等此来岐山，便是为了铲除萧王。那萧王凶残异常，这方圆百里见不到半个活人。你能安然来到此处，在下可是佩服得很呢、啊。我。原来是只狐妖。有你，受死！且慢，我看他道行尚浅，且并未加害我等，不必节外生枝，放他去吧。师兄，切不可被他骗了，这狐妖极有可能是萧王同党。萧王残暴，我等也多受其害，小女子真的是过路小妖，望诸位念在我修行不一的份上，放我一条生路。万物皆有灵，我等斩妖人，也不是滥杀之辈。师兄，师兄还请三思啊！不能放啊！不能放。之前的情报，并没有说萧王与狐妖一族有所勾结，我这次就放了你。多谢。我等此行已有数日，还没有找到萧王下落，发现萧王不要轻举妄动，一个是。是。Thank you.
这人都被我下炉子炼了，炼人精魄。没猜错的话，你是萧王神威。师弟，师弟，师弟，怀州，怀州何在？Thank you.
怀州。大师兄，我们被伏击了。你伤得很重，我们先回苍山再说。陆云川带着伤重的小师弟踉踉跄跄地回到苍山，二人将此行的遭遇向掌门做了汇报。小师弟讲述了当天遇袭的经过，当日放走的狐妖向萧王报信，萧王趁三人不备，带领一众小妖发动了伏击，三人乱战中被打散，小师弟带伤奋力反抗，奄奄一息，直到大师兄回来接应。掌门迁怒于陆云川放走狐妖，导致师弟们遭遇灭顶之灾，将其逐出师门。陆云川懊悔不已，带着深深的愧疚和自责，将两位师弟的遗骨送归故里。